該，我想揾高力基先生，因為我執到個銀包咧，係寫住高力基先生。我係高力基啊！一個被人打荷包嘅神勇幹探。我想著得莊重啲，揀件白啲嘅恤衫咯。其實我半件白恤衫咧，啲顏色都唔一樣嘅喎。遇著一個又目睹又棘手嘅目擊證人。你唔好同我耍卷學，你可以上法庭自己同法官講清楚。再加埋個霸氣大律師。我係高力基沙戰。負責保護你呢位目擊證人，有人開槍嘅，又有人死咗，仲有人追殺我添。依家依單案破唔到案，捉唔到兇手，最大原因係因為你。你唔想保護阿哥，你咪走咯！你翻屋企揾你女朋友餵你食雞啦！搞出一段又一段非典型關係，卷入一宗又一宗離奇案件，唔係警匪片嘅警匪片。不是英雄的英雄，不是证人的证人，目击证人。